Eilid 即将在下半年回归，推出专辑 I Like You， 全新概念照曝光，造型引发网友热议。Eilid 主打以萝莉风、天真可爱的造型而闻名，但在这次回归预告中 ，Jimin 尝试了一些新风格，服装是黑色系搭配，散发出一种更神秘的氛围。许多人都很好奇 Eilid 是否可以消化黑暗概念。而粉丝们则是晒出成员在 Are You Next 期间也挑战过 Girl Crush 风格，称赞 Eilid 成员们可塑性都很高。这次黑暗概念仍然结合了 Eilid 奇幻和可爱的形象，甚至最清纯的 Won Hee 也很适合新概念的造型，让网友们称赞 Won Hee 真的是团体中很难忽视的成员，挑战暗黑风格也很吸引人。很期待 Eilid 这次回归会带来什么样的舞台。